2050年，在国的人民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，因此政府创办了 Demo 游戏机来鼓励存在肥胖现象的人民，让他们透过游戏里的健身运动奖品和神秘药丸，在短时间内养成健身生活习惯。这么胖了还吃，整天在家不是吃就是玩。妈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玩 game 也可以减肥的嘛，我玩给你看。我终于抢到了我最想要的药丸。您好，我们是 Demo 公司快递员，这些都是您刚刚赢得来的物资和奖品，请您。